你曾經有冇試過有八嚿腹肌嘅？最叻嗰陣時六嚿，而家得翻一嚿。有冇影過相？第日俾你睇下，試下。你其實有幾度近視呢？80度啦。咁你戴咗呢一個款眼鏡幾耐啊？我諗都有7-8年噶啦，戴呢個款。以前咧就係戴嗰啲冇框嗰啲眼鏡嘅，咁就書卷氣重一滯，咁我覺得唔夠殺氣。咁於是乎後來就換咗呢個咧粗框眼鏡。我睇一條問題，你中唔中意打邊爐？中意。打邊爐最中意食乜嘢？中意食蟹柳啊、丸類啦。因為是淡淡粥嘛，冇骨又冇殼。哦 ，OK。咁如果唔打邊爐，又最中意食咩咧？唔打邊爐啊，茶餐廳啦。茶餐廳，茶餐廳最中意食咩咧？奶茶蛋撻。忠誠勇毅下一句係邊嘢？心系社會。邊個作嘅咧？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學院的同事在去年警隊175周年的時候就綜合了我們過往一些智慧經驗而想出來的一個座右銘。你和阿江 Sir 呢，你覺得誰比較帥一點？可能要問你了，你答我這個。大家覺得呢江 Sir 和阿哥誰比較帥一點？你有沒有首本名曲的呢？你聽我講嘢都聲音沙啞，唱歌都唔風動聽。唔係啊，可能好有特色嘅喎。五音不全嘅唱歌就唔係啊，我聽過你唱歌啊。係，真係冇首本名曲。嗰啲冇啊，我哋都係卡拉 OK 應酬下。你卡拉 OK 你唱咩歌啊？都係有時唱一啲警察嘅歌啊，大丈夫啊。都好喎，大丈夫。唱兩句嚟聽下得唔得啊？大丈夫。好啦好啦，我驚你收視狂跌啊！做一哥好大壓力㗎，面對壓力點樣應付？點減壓嘅咧？你？做一些其他的活動，例如是去街市買餸，又或者是總之盡了力，起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於心。